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eon 频道。今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李香琴的演艺人生。咁今一集啦，就主要和大家分享李香琴佢参与过演出的电影同埋电视剧。1956年就演出过《黄飞鸿大闹花灯》，咁呢个就系佢嘅银幕处女作嚟噶啦。另外一套就是《黄飞鸿三戏女镖师》。1957年《龙虎渡江宫》《哪吒闹东海》《插错美人头》《哪吒大会》《大闹天宫》《薛平贵与黄宝钏》《妙善公主》。1958年就有花寨状元环、射雕英雄传、苏小妹三男新郎、黄飞鸿大破金光爪、金钟爪、宝莲灯第三集、黄飞鸿西关抢新娘、云花瑶台夜合花。在1959年，李香琴就演出过《血泪洗残肢》《尸烤记》《白娘娘借尸还魂》《琵琶巷口故人来》《出嫁重夫》《沉香扇》《野花香》《除却巫山不是云》天赐良缘、红孩儿、水晶宫救母、三者下凡、穿金宝扇、凄凉媳妇、夸凤成龙、铁扇公主、神火破天门、白发魔女传的上集、春灯雨扇痕。咁跟住就1960年，咁1960年咧，系一个相当之多产嘅年份啦。咁1960年咧，就有《冷月寒梅》上下集、《蓝袍野桂香》、《双孝女万里寻亲》、《雨夜惊魂》、《冷暖亲情》、《慈母心》、三尸四命五重冤、龙虎合欢花、白蛇女、碎尸还业债、银瓶太子阴阳何会妻、龙虎斗江南、美人计、神灯、女飞侠、女黑侠、飞鹅岭救夫、孝道、银龙太子斗八仙、小宝宝七气乌龙王、换巢乱凤、再世奇缘、七彩金叶菊、荒山道尸案、五毒白骨鞭、翠流春晓、两代恩情、电梯谋杀案、电梯情杀案、孝感动天、娘子军蜂王、哪吒蛇山救母、花落江南24桥、阵阵惊魂、摩登新娘、鸳鸯江为恨、第八才子花千记、公寓谋杀案、断肠江南燕子归、30年胭脂泪、飞梦奇缘、卖花得美、月下奇逢、西河会妻、乌龙王飞来艳福、乌龙王发达记、李仙传、
鸳鸯江遗恨下集大结果。好，跟住就1961年，1961年佢一样系参与咗好多套电影嘅演出，成20几30套，分别系《儿女作兵人》、《秋夜雨秋灯》、《三宫六院斩胡飞》、《秘密情人》、《红炉火》、《飞天小侠》、《步步高升》、欢喜夫妻、女飞侠红姑、十年割肉养金龙、古墓追魂剑、孤儿救祖、神蛇飞虎救正宫、夜夜杜鹃啼、无头正宫教子闹金銮、血手套、天赐福星、儿女情深、坏侠金丝猫、杨门女将告御状、无敌杨家将、苗山白毛女的上集和下集、姻缘路情杀案、沉香太子、沉香太子独龙潭救母的下集大结局、孤凤泪、二黑团姑、双飞蝴蝶、分期付款草老婆、金銮教子认生娘、野龙露碎金蛇塔、子母桥的下集大结局、威震江湖的八卦刀、小红娘、小状元、二犬神童、雷电相思救太子、玉女求王、梁红玉血战黄天荡、杀出重围、先笛神龙的大结局、活骷髅浴血五仙馆、冤魂塔、天山龙凤剑的上集、彩虹岭、不好意思，彩灵艳、母爱、先笛神龙的上集、天山龙凤剑的下集大结局、夜光杯的大结局、子母桥、夜光杯的上集、青龙镇千霸战、一柱擎天双虎将、十载含冤为我郎、叶海遗恨的上集和下集大结局。好，今天分享李香琴的演艺人生，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唞一唞先，下一集再继续和大家分享李香琴演出过的作品，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，继续收看。喜欢这条片的朋友，请你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 RN 与阿 Leon 频道。好，下一条片再见，拜拜。